到总裁路易和他的小娇妻。坐下，吃饭，等等。一个女孩子家干嘛要喝酒？以后不准喝。那你上次和谢潇是怎么回事？那次是心情不太好，你也是个意外。哎，以后在外面不准喝酒。帮我更衣。哦，我要了你就还给我，给我记住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摘下。我是大人，你要听我的。你受伤了，你还知道疼吗？刚刚让你不要冲动，再这样扣你银子，你能不能听话一点？所以人不管，千万要想着还呢。